就是华新夜市，然后他说走快的话20分钟就结束了。好可怕！那恐慌，我跟你讲，这边的车是没有在让人的，千万不可以，就是你就是台湾是行人最大嘛，在那边不是哦，这边就要你要很小心。现在来这个烤肉摊，然后他就是自己选，然后上面就有价格，然后之后这个阿姨会烤这样子。你想吃啥？阿姨会问你要不要辣，这是辣的辣椒酱。当然还有掺一点水，可能会太辣。然后我们最后点了这样子，然后他就阿姨就会这样刷这样子，刷刷刷刷刷。哦，我们已经好了一杯了，是太奶。啊，我的是现做的，你的是现做的吗？当然不是，很爽那边。我的是现做的。嗯，真的是绿的样子。啊，哇哇哇！它真的超像那个金栗汤的绿色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炼乳。饮料好了，是两杯饮料。来吃的是这一家 Coty， 然后我们刚点了几道菜，再拍给大家看。在华新夜市的门口，然后走马路到对面就到了。刚刚我们买那个阿姨的烤肉超好吃，我刚一吃眼睛为之一亮，蕾蕾也是，超好吃，这个可以买。呢是青木瓜丝，但是有点大份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可以外带。它就是有柠檬啊，红沙地。我们昨天吃的很好吃，就没有很好吃这个的味道。我们点的是虾子口味的，那比中午的海瓜子大多了。哇塞哇塞！啊，这是鸡翅，刚点的炒河粉，还有这个红蛋。谁带到台湾那边说明？我要怎么带回去？带走。OK， 好，没有忘记东西，我们家车程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啊，那应该是还好。好，我们时间到那个啊，那个附近那边啊，名字叫 Black Bully 啊 ，Black Bully。我们现在要来搭船。来过去点击了。湄公河。他说我水晶晶的。哇，我们现在要上船。哇哦！哇塞哇塞！是上海最大艘的阿贵，还有另外一种呢，就叫长尾船。长尾船就是小小的，真的是王庙，我们这次没有去，很可惜。啊，是这山打开国际旅游呢。都是走到哪里都容易看得到方向。如果等的话呢，要分享到人家的房子。啊，那今天有一点那个事。来，来了吗？来了吗？来看一下，看到吗？他船上会卖这个面包，你就可以喂鱼啊，也可以喂。他有很多鱼，可以喂鱼喂鸟。你要播？啊，大快一点，大快一点。快点哦！我喜欢那个大一点的、啊哦、那个面包啊，还有白色的，哦、那边银色的、啊、哦，哇塞！可以倒进去，不能倒进去，就是白色。然后它就是这个肉，然后倒进去。空盘，空盘，超好吃。好的，其实我们已经看到了，里面有布丁狗、库洛米跟就是大耳狗，但库洛米在上面，很明显就不是了，就是可爱的。好，应该是布丁狗。嗯，拜托。我库洛米现在掉下来，布丁狗啊，哈哈。刚第一颗呢，已知就是这个大耳狗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刚直接去借钱，因为我们钱不够了。好，这个，哎，哎，好摇啊！
哦，这一颗没意外的话应该是大耳狗。哇哦耶，好，我们现在要找的是这个，但它就是这四个款式。是哪一个？没有啊，它有五种款式。哦哦，掉钱代表有好运要发生了。真的？是那个粗的那一面，对。你要把它转平。下不去啊。值得，值得，宝宝。这是什么？企鹅。企鹅，它怎么颜色不一样？好可爱，你看超大只的。好了，我们决定在 Seven 再一点。我们决定在 Seven 装冰块，然后跟雪碧。这样子是多少钱？透明的要命，看不到。哎，大姐晚上来了，可以啦，快点，那高手，看这杯哦，保证好。好的，最后一餐呢，我们就吃这一家咯，就吃这一家。我们在机场里面随便找的，就这样结束我们这趟泰国的旅行，拜拜。